是你是我的天使，为了守护你的真，这一等就来临。这里开始狂奔，这里开始变身，这里开始变成你的守护神，为你改变星辰。这里开始奋战，这里开始瞄准，这里开始拯救我深爱的人，为你奋不顾身。把你的感动，不惜现在要为你去战斗，守护着你全力出击的那个我，替你挣脱缠绕灵魂的枷锁。我不要圣洁的爱，是种无奈，但这愤怒让黑暗不复存在，激发无限的力量，就冲破困境，用神我把邪神你都击败。你给我安排的经纪人是扑克脸？大小姐放心，这是我的经纪人资格证书。你打算让扑克脸整天跟着我？这是你外公的意思。岳特助对你比较了解，也有分寸，由他做你的经纪人帮你接工作，我们都会比较放心。另外，公司还会专门为你配备服装师、造型师、生活助理、跟拍师。打住！如果把娱乐圈比作成一个游戏的话，你是准备给我一个40级小号换上90级大号的顶级装备？当然，你相当于消费排在全服前五的人民币玩家，顶级装备是标配。老板，你真的对我太好了，无以为报，送上香吻一枚。这位是？是邻居。我们邻里关系相处好，我的助理住在他家，他是过来帮我的助理送盒饭的。哦，可是他是按密码进来的吧？啊！我不在家的时候，邻居大哥偶尔过来帮我照顾一下家里的乌龟。这是你的新老板？是，不是？新男友？邻居大哥是不是问的有点太多了？邻居就是邻居，要好好待在邻居的位置上，看清自己的身份。这种口气听在别人耳朵里，会以为你在吃醋哦。作为邻居，我只是纯好奇，没有别的意思。如果田小姐有了合适的对象，我当然是为田小姐高兴。高兴就笑两下嘛，看你这臭脸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刚用鸟粪敷了面膜。祝你们爱情甜蜜。我仿佛看到了二次元中传说中的杀气。等等，邻居先生，容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田径职的现任老板兼小舅邱月白。我叫月清，是田小姐外公的特助，现在兼职田小姐的经纪人。小舅，必姓邱。二位幸会，我是田小姐的邻居，我们邻里关系处得比较好，我会带她照顾花园和乌龟。我只是
云峥哥，你昨晚怎么又跟大乔在客厅里打架，害我收拾一早上？谁让他往我的果汁里面倒辣椒精的？还不是因为你说自己喜欢田小姐的辣，这是事实吗？事实是，你打不过大乔哥。你懂什么？约架是尊严问题，输赢不重要。 薛林桥，哎，真的挺有难度的。这次咱还来，我让助理找了半个月，才发现这么个好地方。下次我们可以多叫点人过来。好，Go Go Go！ 那边还有个山洞，，新发现啊！要不咱们去看看？Go！ 来！你闻到什么奇怪的味道没有？好像有点。 添加剂太多，容易造成肠道功能紊乱。你是来陪我买东西的，还是来给我上养生课的？我觉得如果你开朋友圈的话，风格估计和老田差不多。父亲大人和母亲大人身体还好吗？现在是不错。以后嘛，估计要看他们什么时候知道你住在我家对面了。我会小心的。 你现在可是一点都不小心，就差敲锣打鼓放鞭炮了。你需要吃点健康的。现在的人为什么要制造这么多的膨化食品呢？不要转移话题，吃醋呢，我是可以理解的。毕竟云峥比你年轻，嘴巴又甜，很讨人喜欢。很讨人喜欢？你看，又来了，满脸就写着四个字：旧情难忘。你是老同志了，要学会克制。云峥比你小那么多，又不懂事，你要让着他吗？这些膨化食品呢，都是我直播工作的必需品，回头我要让冯栋栋拿去公司报销的。你有那么缺钱吗？需要接这种出卖隐私的工作吗？ 你还真是个明朝老古董，这种变现的隐私根本都不算隐私，有镜头对着的那都叫做演戏。我研究了一下你明星直播的套路，发现第一要素就是吃。田小姐，你现在还在超市吗？去加拿大的机票已经订好了，旅行用品你可不可以顺便买回来呀？ 田小姐，田小姐。
我们俩到底谁是助理啊？谢谢。你好，给你啊。我家宝宝好像很喜欢你们呢。好可爱啊！看你们这么喜欢孩子，赶紧生一个吧。你老公长这么帅，生下的宝宝肯定很可爱的。跟叔叔阿姨拜拜，拜拜。可是我没有老公了。丁田六年前在英国被绑架的案子，我调看了卷宗，没有发现和这三起失踪案有什么关系。买他面膜的女明星那边呢？口风都很紧，有的承认买过，有的干脆助理背锅，而且都说用完了，大概是不想跟刑事案件有联系，影响自己的形象。乔燕哥，乔燕哥，有新情况。刚刚河西分局打来电话，说接到市民举报，发现两具尸体，根据衣物判断，很有可能是我们要找的人。做 DNA 鉴定了吗？我已经安排人送样本过去了。尸体在哪儿发现的？一个隐蔽的山洞，走去现场。走。小燕哥，他们已经做过现场勘查了。报案的是两个攀岩教练，口供也录过了。一旦确认是我们要找的人，资料马上转过来。确定只有两具尸体吗？照片我看过了，根据衣物判断，很有可能是郑喜莲和欧阳慧，但是没有发现丁田。被害人死因呢？死者身上发现多处伤口，初步判断是失血过多。这里是第一凶案现场。我第一次遇到在这种地方杀人的，如果不是攀岩的人碰巧看到，估计很难被发现。我们要进到这里，都需要专业人士帮忙。谁有能力将两个大活人带到这里杀害？常人应该是很难做到的。或许有我们没有发现的神秘入口，或者机关。原来你不只看言情小说，还看盗墓小说。多看书总是没错的嘛。你说呢，小燕哥？小燕哥，确认了，就是他们俩。我们再搜查一遍，看有没有遗漏。好，是。大家好，我是田静植。今天是我第一次做直播挑战，小编之前问我，你平时最喜欢吃什么呢？今天我就来给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泡面。因为平时拍戏拍到很晚，等夜戏的时候呢又没有东西吃，我最疼爱的助理弟弟洞洞就会给我准备这个，这是我最爱吃的口味。苹果，每天都会吃苹果。在国外有一句很有名的谚语，叫做 One apple a day, keep the doctor away。 薯片，这是我平时看电视剧还有研究剧本时必不可少的。这两样我三天不吃就会死。好了，就介绍到这里了，接下来大家可以向我提出问题，我会边吃边回答大家的问题的。这泡面、薯片，就是他平常吃的。秋老，大小姐平时很少吃的。我在娱乐公司旗下的女艺人中做过调查，泡面、薯片以及一些高糖分的水果，为了体重，他们都很少吃。但是这些平民化的食物能够拉近偶像和粉丝之间的距离，很有亲切感。哦，那也太寒酸了。哎，还会有直播吗？反应好的话，应该会的。给他准备最好的年戏啊！好的，秋老，你看闽菜怎么样？首席菜是佛跳墙，很滋补的。好，就佛跳墙。装什么呀？平时根本就不会吃这些高热量的呀，真虚伪呀！我老婆吃相最可爱，太好吃了。老婆，我爱你。老婆，看到了，看到我。
灾难真是惹煞气了。茶几上所有东西加起来热量大约有7000大卡，少吃点会胖。垃圾食品我超喜欢的，因为添加剂多，味道就好。健康食品我也挺喜欢的，我不怎么挑食的。 波多以搜豪华游艇，哎呀，十分钟后它就会秒炖，取口后，喝喉。为什么要口喉？好不容易把东西吃进去，为什么要吐出来？嗯，我好困，可以睡一会儿吗？不要睡呀，谁想看你睡觉呀？切，装睡。 装可爱网友，你还欠田径直一艘豪华游艇。我也赌一艘豪华游艇，田径直装睡超不过20分钟。WiFi 怎么断了？WiFi 呢？ 疯了，都睡了几个小时了，这什么鬼样子？哎呀，老婆，你看看我们家妹妹，我都想起来她小的时候的样子了，睡一觉的时候还流口水呢，好可爱呀！哪儿可爱了？这睡没睡相的，切，这下可好了，丢脸丢到全国观众面前了。她本来就没什么观众缘，别说女二号了，连给女二号提鞋，人家都嫌她摔呢。不是，你看那个评论，你看。 评论可以造假，还有水军，啊，也对，不是太可爱了吧？你看看，你看看他的样子。俊，总裁，好消息，田径直空降微博热搜，在线观看人数已经超过了500万人。 现在还在直播吗？在的，哪个平台？菠萝街。冯冻冻。 我是不是眼花了？我的微博粉丝涨了200万。没有没有，田小姐，你红了，你红了。嗯，我一定是还没睡醒，我才睡一会儿。杨小姐，这不是梦，你是真的红了。我昨天晚上一宿没睡，找我的朋友看了一下你的星座运势，你转运了。转运？ 我朋友说，你的星座运势上显示着，你天生倒霉这件事儿，生个孩子就好了。啥？你想想啊，自从怀孕了之后，你是不是运气变好了？你签了新公司，拿了一大笔的签约金，开了直播，人气还一下子暴涨。所以，我怀的不是小妖怪。 是小福星，当当然了，如果不是怀孕，你怎么敢吃那么多高热量的食物，而且还说睡就睡？很多网友都觉得你是在演睡觉，熬通宵看直播，就想看你能演到什么时候。哼，让他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一镜到底。现在还是只怀孕的初期阶段，以你和大乔哥的基因，生下来的小孩肯定超级可爱。 3年之后，你就可以带着小妖怪去上妈妈去哪儿了。妈妈去哪儿？冯助理，啊，
你知道我们去加拿大是干什么的吗？煮杯奶茶好吗？好。脸色那么差，是工作太累了吗？就吃吃东西，睡睡觉，哪有什么累的呀？我只是心情不太好。后天我就要去加拿大了。虽然早就做了决定，但真的快来的时候，还是会沮丧。别人怀孕了，都欢欢喜喜翘首以盼，而我却要亲手结束掉这一切。这种感觉真的一点都不好。对不起啊。又不是你的错。小鬼，你想过有自己的小孩吗？男孩还是女孩？龙凤胎。你笑什么？龙凤胎挺好的，前面抱一个，后面背一个，像块三明治。你呢？男孩还是女孩？我也龙凤胎吧。也许早点结束是对的，趁我还没有感受到他之前，否则我真的怕自己会变卦。放心，加拿大那边的医院我都已经确认过了，技术和环境都很好。我会无处不在的保护你。喂，小燕哥去对面了。小燕去找薛妖怪，多半又是有关案子的事。云真呢？放心，我已经打电话给云真哥了，让他别回来。麻烦事已经够多，千万不能让小燕知道对面还住着另一个妖怪。明白。我想你找错人了。我并没有怀疑你，我只想问问看。你是否认识其他基因突变人？不认识。你之前愿意放那红时光，
是断定他已经病入膏肓，会在痛苦中死去。但你回来之后却找人调查了他，所以我猜，你大概是发现其他同类的存在，觉得红时光还有重新恢复健康、继续作恶的可能。你猜错了。你们在山洞里面发现两具尸体的事，认为普通人很难做到，但是攀岩教练做到了，你们在别人的帮助下也做到了，还有挖掘机也可以做到，消防云梯也可以做到，你却偏偏来找我，因为你知道我的能力，所以思维上先入为主了。我知道这很唐突，但哪怕只有一线希望，我也想尽快找到凶手。接连失踪的有三位女性，但在山洞里只发现两具尸体，这么说另外一位还有活着的希望。她叫丁田，才26岁，她可能还有很长的人生。我帮不了你。那我不打扰了。不管凶手是普通人，或是基因突变人，又或者是消失的红时光，我都会尽全力抓到他的。还有一件事，我看了小池的直播回放，他的嗜睡症好像并没有什么改善。你之前说过，遇到麻烦解决就可以了，希望你能尽全力做到。我搜到网友的爆料了，警察在山洞发现了两具尸体，李延之来找薛灵乔应该就是为了这件事。好，我等你通知。知道了，下次再追行不行啊？快回去吧。干嘛？告过你，不要打田静植的主意。你这人怎么跟狗一样，自己不知爱护谁？他要跟谁在一起是他的自由，你属大马路的呀，管得这么宽。跟你在一起，那就自由过头了。喂，我可是公众人物，你们俩是想进警察局，还是想跟我闹绯闻啊？老婆，我想跟你传绯闻。你，我再听到这个称呼，拔掉你的舌头！来呀，舌吻啊！不许调戏他！你干嘛打我？你还喜欢他？我为什么要喜欢他？快死心吧你！现在立刻正式的拒绝他！我为什么要拒绝他？你不可以和云真在一起，他跟你不合适。我说邻居大哥，你讲讲道理哦，哪有人插手前女友交友的？我，你，大家都是邻居。闭嘴！
不过是一种过程，眼角微湿的泪痕，表情藏不住心疼，寂寞冰疼，下手毫无分寸。一个人静得只剩下心跳声，那细薄的最好。